像比较直接的一个人，我看他的性格个性。其实我拍的是这个这一部戏还没正式拍，就是因为这个剧情我自己蛮喜欢的，就是恐怖片，然后去探讨人性，然后探讨一些家庭，探讨所以这个人从我自己还蛮喜欢的。发现，我说没有。